一次会跑回去，撒手不管了。我走没关系啊，可夏磊是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人选，我的梦想还没有实现，我不会这样轻易放弃的。我相信你那么坚持，一定会成功的。默默知道吗？我还没告诉他呢。默默得了黄心病，自己的事儿还忙不过来呢。他早晚都会知道的，你骗不了他。真是没用啊，什么事儿都干不了。不要这样说吧，你这次运气不好。再说天底下那么多公司，我就不相信没有一件不要你，再找就是了。谢了。算了吧，好好的睡一觉，也许明天会有好的消息呢。天底下哪有那么多好消息啊。今天练个舞组。喂喂，阿波。哎，真意啊。嗯，你这几天过得怎样？哦，我每天都这样的，到处玩呢。你有什么事情啊？没事。那沙磊呢？哦，沙磊啊，沙磊可不太好了，他被开除了，所以他受的打击都蛮大，人也不是太精神。那你有没有安慰他啊？当然啦，我们是好哥们。哎，真义啊，你想出去玩吗？我可以陪你的。嗯，那好，我们改天一起出来喝咖啡。嗯，好了，你记住要多安慰夏雷啊。哦，好啊好啊，那再见喽。嗯，拜拜。哎，本来还以为这次你终于可以实现梦想了呢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从小到大做的每一件事都不那么顺利。这次被深圳会选中，就像做了一场梦，但梦总归要醒啊。干嘛那么悲观嘛？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，就算那个丁向实力不错，可在我心里啊，你就跳的最棒的。你就不用安慰我了。谁安慰你了？讲真话都没人信了。跳舞跳得好的人多是了，我算什么呀？什么叫你算什么呀？干嘛说那么没志气的话？要一开始你就不相信自己的话，那你还跳什么唱什么？不如一早放弃好了。哎哎，别生气啊。本来你是来安慰我的，怎么反过来我安慰你了？本来就是嘛。哦，你看我得了黄心病，叫我不要放弃，我都做到了。我现在每天都很努力在做恢复练习。可你呢，又没伤着，又没病着，不过就是一家公司没眼光，不懂得欣赏，把你给开除了，那是他们的损失。你干嘛那么泄气啊？我现在只是不知道该做什么。深圳会说他想办法再去联系公司。哎，那好啊，找一家比现在好100倍的公司，气死他们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像你那么说就好了。本来就是嘛，我保证你肯定有一天会成功的，相信我。这个时候只有你鼓励我。不只是我，还有一个人也很关心你，那就是你爸。他经常在我面前提起你，特想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。
哎，你真的要回家住了？是啊，我在你这住了这么久，我就不继续打扰你了啊。哎，那么李老爸还生你的气吗？默默说他跟郭阿姨都劝我吧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觉得我爸的气也该消了。好啊，那么你先回家住吧，如果你的老爸跟你还过不去，生你的气，那么你就跟我打个电话回来住吧。好啊。阿波，嗯，干嘛？有时候想一想，你还挺够哥们儿的啊。什么叫有时候啊？我阿波姐一辈子啊，最大的优点就是够朋友，讲义气。行，我走了。好啊。